Hello，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花花华晨宇。对，很高兴这次能来到我的偶像的音乐演奏会的现场，然后非常，其实心里很激动。对，谢谢。下面这首歌是我专辑里的一首歌，叫做《微光》。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心中。
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宁愿让我受伤，在黑暗的夜晚静静的为你去孤独的照亮。就让我是一道微光，能让你拥有灿烂的光芒。在寂寞的时分，无论飞向何方，我也会绽放，给你无限微光。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宁愿让我受伤，在黑暗的夜晚静静的为你去孤独的照亮。就让我是谢谢。谢谢。有种江湖见的感觉。哇，这曲子把我心都融化了。太好听了。唱得太棒了。好不好听？哇哦。当然我们有小朋友们要给你们送花，好不好？来，请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花花的灯牌可以举得再高一点，好不好？来，也请上我们的小朋友们。谢谢谢谢。来，给两位哥哥，来，小朋友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拍照，好不好？来，跟小朋友们一起合影。谢谢谢谢。来，矮个的小朋友们要往前挤一点哦。好乖，来，我们一起拍照啊。这个画面很美，对不对？我很想看。花花吧。花花一来，马上变成花花世界了。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声，我特别特别荣幸，请我的这个我的兄弟花花今天过来，然后呢，这也是他头一次
和我合作，然后头一次和交响乐团合作，所以我觉得欢迎你正式成为古典的音乐家，谢谢。好，谢谢。来，请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们，好不好？来，请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们，来，我们往那边走。来，小朋友们先下去。怎么样？感觉跟这个交响乐队合作有什么不一样？哇，太爽了！这就是因为跟交响乐合作之后，就会因为有整个大乐团嘛，然后大乐队会把我的那个有弦乐啊什么，会把我的情绪带得更深一些，就会让我更容易起来那个感觉。然后我会跟着整个音乐的感觉来走，然后反正就是很容易就投入进去。对，唱得过瘾吗？就是很爽那种，就是觉得很爽，就是会跳不出来。对，很难从那个音乐的感觉里面出来，就沉浸在那个环境里面。 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台上的音乐家都是非常棒的音乐家，然后当花花打开他的心声的时候，我们都跟着他一起打开了，是不是？看来以后花花在这个演唱会的时候，看来你需要一个交响乐团了。对，我现在就是真太享受这种感觉了。可能以后要经常在你的演奏会上看到华晨宇，然后在华晨宇的演唱会上看到你了，对不对？必须的。对，因为老哥是我的偶像。他是你的偶像是吗？对。那你是花花为什么？我觉得我也是花花的粉丝，我觉得他真是我们下一代年轻人的骄傲。谢谢。谢谢。我忽然觉得我不是很适合站在这个舞台上看他们两个人惺惺相惜的感觉。哎，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说花花是流行音乐我们非常杰出的代表，但是我们钢琴又是非常古典的，所以最开始怎么会想到要请到花花来参与到我们的演奏会呢？首先我去年看到花花的演唱，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她的声音，而且就是她首先对古典音乐也特别喜欢，然后也特别喜欢弹钢琴，然后呢我就一直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合作，然后今天正好是一个美妙的平安夜，我们就一起合作了。对对，别害羞，这么多朋友看着呢。所以当时听到这个邀你合作的时候心情怎么样？我肯定是很激动的，然后当时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说朗朗想找你合作，然后我说啊，真的吗？朗朗吗？真的是朗朗吗？就是，然后他说是啊，然后我就非常的激动，就说那我一定要来，不管那天有没有活动，我都一定要全部推掉，就要来这个活动现场。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也多亏花花今天来到我们的演奏会，让我们的演奏会变得有更多不一样的色彩。其实今天两位跨界合作真的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惊喜。但比方说啊，我们都天天听这个花花唱歌，我特别想斗胆问一句，朗朗唱歌怎么样？我觉得我说话声音还行，唱歌就不说了。因为像我老师朱老师今天在台下哈，我记得我朱老师在我小时候实际挺爱唱歌的，后来为什么不唱了呢？是因为我以前唱歌的声音太大了，总压过我弹琴的声音，所以弹一弹我都，你知道，手指跟声音不太一样。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我还是不唱歌了，把唱放在手上吧，让手长满声带吧。好嘞，哎，我觉得你们俩其实这本来就是互为偶像，以后也可以互为老师啊。花花什么时候可以教我们朗朗唱歌？让他把声音压低一点点。可以啊，我可以教朗哥唱歌，然后他也可以教我弹钢琴。好的，来，互相学习。对。我觉得我先下去了。其实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花来到现场，我觉得我们现场可以把更热烈的掌声送给两位，好不好？谢谢花花，谢谢。好，来，请教我们的花花。好，谢谢。圣诞快乐。人家跟你说圣诞快乐，你跟人家回一句新年快乐是要怎样的？好，接下来让我们再次请到的是我们的指挥家胡永岩老师，而朗朗将会再度携手 EOS 交响文献乐团，用音乐带我们回到奔腾不息的母亲河畔，让我们欣赏黄河钢琴协奏曲，有请。